使用天然酵母、意大利面粉、优格及牛奶揉制而成的面团，加入精心秘制的水果与酒渍葡萄干，严格控制时间与烘烤温度的意大利潘尼朵尼出炉，一口咬下，松软，水果香，感受到浓浓的椰蛋气息。我们每一年一定会推出的圣诞节面包，意大利发酵面包也是我们店的经典款。每年的圣诞节我们都会购买，因为它吃起来呢有酒香味，那很适合在过节的时候跟家人一起分享。还有姜饼人、巧克力拐杖饼干，精心调配的面团发酵烘烤，要传递满满的趣味与幸福。拐杖饼干有改良过，那其实国外都做拐杖的糖果，那它是比较甜，那我们今年呢把我们的饼干的口味做到拐杖饼干去，我们也把它做成不甜不腻，然后是我们店里好吃的口味的饼干去改良式的拐杖饼干。那我们还有做一款姜饼人，姜饼人是用一般姜饼人其实都不太能吃，它只是有点辣辣的，还有姜的味道。我们用巧克力的饼干，然后用我们店里最好吃的奶油饼去把它做成姜饼人。那我们还有草莓季也到了，所以我们圣诞节跟草莓季是一起的。我们草莓季也推出柠檬酱，然后配上新鲜草莓，然后还有挤上一条苦柠檬，所以在草莓季的时候跟圣诞节我们一起推出。那我们也推出了起司慕斯的草莓蛋糕，那上面加了覆盆子果冻。那一般其实都吃草莓，然后还有布丁，那你可以吃到草莓的果冻，然后加香草蛋糕的味道在里面。今年业者也推出了椰蛋礼盒，充满气，很受顾客青睐。我来买这个，这里面有姜饼人，还有拐杖，还有圣诞节的面包啊，可以自用或是送礼，都很不错。里面有饼干，有面包，然后也有蛋糕，我们都做低糖的，然后比较健康，那吃了就会觉得圣诞节的感觉快来了。欧洲经典的烘焙美味传递着满满的幸福。记者蔡小军采访报道。